Hello， 台湾的朋友午安，哎，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在一个香港老板的咖啡厅喝咖啡，他跟我分享，哎，这个好可爱，是香港制的，这个门可以开的，哎，品质非常好，好有质感啊，哈哈，怎么练？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大概？每一捆都不一样，对，所以也不便宜，大概应该也不超过100。哦，随便的，特别的上门才会收费。港币哦。对啊。哦，喂，大概100，不超过100港币，喂，但是那个质感很好耶。这个你们有见过这个吗？这是买啊啊一个双麒麟啊。也很有趣，就是我们香港的回忆，这些就是香港从前的公车，嗯，这个都是，哎，这个就是这个公车我都没有看过，很旧，很多年前的，这个是这款比较新，现在都可以看见在香港，祝你们平安喜乐，午餐吃什么？拜拜了，哈哈。